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种的氨基酸、多酚以及多糖体的成分，它有沙棘的萃取，它里面呢含有就是三合一的专利护胃菌。问大家，过年期间你可以做得到定时定量又早睡早起吗？怎么可能啊，要开玩笑了。我们做好三件事情。好，第一件事情要做好对抗，抗什么呢？第一个抗发炎，还有抗坏菌跟抗病毒。嗯，因为像坏菌跟病毒，最主要是像我们刚刚提到，我们的尽量不要吃隔夜菜，或者是你要吃一定要进行过充分的加热，因为这都是要避免像食物中毒菌的发生，这就是避免坏菌。那抗发炎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当我们的消化道，尤其是我们的胃，它在发炎状态的时候，它的细胞的紧密度会开始变得很松散，它变得很松散，以及我们肠道也是变得很松散的时候，坏菌就很容易进去，所以我们会需要有很好的抗发炎，会建议大家平常要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因为新鲜蔬果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种的植化素，植化素它原本就是在帮助那个蔬菜水果它来对抗病菌的，以及它有抗发炎的作用。那第二件事情很重要，是我们要做好修复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，因为要让它有很好的保护力。那要修复的话呢，饮食上会建议大家，我们尽量用全谷杂粮类食物来取代精致的糖类，因为全谷杂粮类食物当中它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跟矿物质，这对于我们在进行修复的来说会很需要这些营养素。那第三件事情是要做好调整，包括我们要调整我们肠道的菌相，还有调整我们的消化功能。因为我们的肠道菌相来说的话，就建议大家多吃像是补充适当益生菌啊，或者是益生菌的食物，像优格或优酪乳都是可以的。因为我们的消化道菌相如果好的话，我们胃肠功能跟我们的消化功能都会好，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维持健康的身体。问大家，过年期间你可以做得到定时定量又早睡早起吗？怎么可能啊，开玩笑了，过年就是暴食暴量晚睡晚起。完全相反，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自己身为医师人员，其实也是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保养方式，只要有这一包就够了。这一包呢，它是一个很全方位的消化道保健食品，我有带来跟大家分享。大家可以一边吃，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里面的关键的成分。首先呢，它可以做到全方位的消化道的保健，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成分，它叫做深层水虎苔。它是来自日本最后清流四万石川的原生特有种植物，它是一种巨型的海藻。然后它这种植物呢，它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有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种的氨基酸、多酚以及多糖体的成分。我们的国内医学大学也有把它拿来特别做研究，发现到说它确实可以对我们消化道提升保护的作用。因为我们在过年期间其实吃东西会相当的复杂，对，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多一层保护力，就是让我们多一层健康。那第二个呢，它很重要的营养素呢，是它有沙棘的萃取。沙棘呢，它是一种很古老的植物，然后它是生长在一些比较严酷的气候，像比如说沙漠地区。然后像这种植物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黄色的，这代表说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还有维生素 A。那像贝塔胡萝卜素跟维生素 A， 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增进皮肤跟黏膜的健康。另外它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丰富，维生素 C 呢，它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长，那这个对于伤口的愈合就很有帮助。另外呢，就是它也有抗氧化的作用。那再来呢，第三个它很重要的就是它里面呢含有就是三合一的专利护胃菌，也就是它的专利益生菌，分别是 LS、LP 跟 LR 这三株专利菌。这三株专利菌呢，它主要它可以一起形成一个协同作用，维持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菌相平衡，然后就可以帮我们调整身体的机能，然后会让我们排便也会很顺畅。怎么样？吃起来口感如何？很香哎，这是糖，酸酸甜甜之外带一种微微的香气。那平常跟我们平常吃的益生菌有点不太，因为平常吃的应该很粉，有点像了。养乐多的味道，对，但它这个反而是蔬菜的味道比较浓一些，很清爽，对，但它又不会有苦苦的，它还是好吃的，好吃的，但就是跟我们好像跟一般的想象不太。我也好认真，还倒到手上来。我想说，我有点研究一下它的那个粉末，这样子，所以适口性也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护胃菌，刚刚曼营养师讲到，听起来很厉害。
感觉好像哇，他们手牵着手在保护我们一样。那这个是可以耐胃酸的吗？可以，这个专利护胃菌它有特别使用一种专利植化晶体去进行包埋。那这种专利植化晶体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来源，所以说其实像是素食的朋友也是可以吃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种专利技术它的包埋包覆性非常好之外，它还可以提高吸收率，然后它有通过耐酸耐胆碱的测试，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护胃菌让它安全的抵达消化道的部分来定植，就可以帮我们调整我们消化道的健康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保养好物呢，它其实它配方真的很完整又很全面，可以帮我们养好我们的消化道，让我们调整出健康的身体，让我们在过年期间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虎虎生风，过着好虎年。哇，太棒了，好需要哦！谢谢曼曼营养师的分享。